论是中国足球还是国际足球，足球运动员的薪资是非常高的，动辄千万甚至是上亿的转会费，所以足球运动员的生活是非常奢侈的，跑车别墅没有什么他们是买不了的，所以足球运动员的太太团们基本上都是啊模特明星等颜值身材超高的女生，恒大的太太团们当然也是如此，真的是羡煞长远，肤白貌美大长腿，恒大的太太团们是出了名的，这样的颜值恐怕是没有哪个球队可以相比的吧。金英权的老婆是空姐朴穗镇，颜值自然就不用多说了，她长得清纯可爱，平时还喜欢卖萌，经常在微博里面发福利上自拍。王上元老婆是中国戏曲学院表演系出身，不愧是表演系的学生，姿态非常优雅，气质超重。高林妻子王晨就无需多说了，1990年出生的她毕业于深圳大学，同样是影视戏剧表演专业，曾为亚洲小姐香港总决赛佳丽，恐怕是太太团中最厉害的了吧。郑智的爱人邵娜，据此前的爆料称邵娜是富家女，家里里面非常富裕，开跑着拿名牌包包，但是自从结识郑智之后，他却收敛了很多，很少在公共场合炫富。网友表示这是郑智贤内助，近期在广州恒大的主场比赛中，有网友拍到一位气质非常出众的美女，颜值也相当出色，真的和恒大的太太团没有的一拼，像这种女生恐怕只有足球运动员才能谈得上吧。所以很多网友猜测一定是恒大球员的女友，网友们开始调侃谁家的媳妇不要了，